如果鞋子上不小心沾了油渍，就会让人很烦恼。鞋子上的油渍去除方法有以下几种：第一，清洗油渍处。鞋子上沾了油的话，先清洗掉油渍后，再进行后面的清洗。不要清洗全部之后，再用水去清洗油渍，这样只会越洗越脏。第二，牙膏，用洗洁精和牙膏的混合物涂在有油的地方，等渗透到鞋子里面之后，再用牙刷轻轻地刷。刷好后，用抹布把泡沫清理掉，用清水多冲洗几次，把鞋子放在阴凉处晾干，不要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。第三，肥皂，将肥皂切碎之后，用开水冲化，然后把鞋子放在肥皂水里搓洗，肥皂有去油污的作用。搓洗干净之后，再使用清水冲洗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选择用洗发露去除油污，洗发露的去油效果比洗衣粉会更好哟。